这些年我常做一个梦，梦中有一个女子的背影，我看不到她的面容，她到底是谁？应援，为什么天上地下我永远避不开你？还是对决，他肩负着众生，他的心里不能有任何的牵挂。清平的天桥，他最终是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要拿便拿走。七七而生，无法逆转。若一切回到最初，沉香重燃，你是否可以回心转意？900年前，我曾经也跟一个人看过游戏，刚开始我很讨厌他。我这个人呢，最怕着凉了，我一着凉就睡不好觉，我就会起来。可是后来，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他。要不然咱俩打个赌吧，看谁先拨开云雾，怎么样？你想赌什么？要是我赢了，你就放我走；要说是你输了，那就任君你差遣吧。我不会神老爷偷偷拖的这么认真，别推卸了。我此生为你而言，绝不拿钱。你叫什么？夫人。我梦游很恐怖的哦，难道你不怕吗？你的梦游也很吓人。别问世界是缘，像柳丝像春风。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？我会杀了。严丹，不要再奢望了。这一世，我是一只妖，他是独幽师，我们两个本来就没有任何可能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严丹，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最想守护的人就在眼前。